啊，你这个是，你这不迪士尼的吗？干嘛带这东西？就是迪士尼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白雪先生。啊！不行，人家不行。大家好，甜甜，我是 Riz。今天 Riz 要跟我们介绍他以前在迪士尼工作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里面做过4年的工读生，第一年是做探险世界狮子王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告诉大家剧场什么时候开门啊，什么时候有表演啊，还有跟不同的宾客见面聊天。然后我换部门了，我就跑去当学习指导员，做了3年。就是比如说幼稚园生、小学生，我们就会去学动画是什么啊；高中生，我们就会玩云霄飞车，学习一下物理知识；大学生也有，你猜是什么？大学生是看科系吗？例如说观光旅游系，对对对，观光旅游也有，就是会去看饭店业是怎么营运的。我们就跑到迪士尼的饭店里面去看，旅游管理的，旅游管理，对，还有饭店业的。会带他们到后台去学习一下我们找工作是怎样的，这是 career path， 这是职场的有关的事情要去上。那你们就是当迪士尼的员工之前，你们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职前训练或是上课教育之类的吗？特别的就是我们那个名称叫迪士尼大学，我们会线上聊天。大学感觉很想进去念，其实跟大家平常在工作的时候一样的，其实就是了解一家公司的背景啊，也是由我们以前资深的员工出来跟我们上课的，他们就当导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公司的架构，或者是一些迪士尼的文化。比如说我们不会叫自己是员工，其实我们不会这样讲啦，或者是我们先讲演艺人员 cast member， 这不是这样，我们不会叫 customer， 不会叫。顾客，你猜一下是什么？不是顾客，客人不是。嗯，我们会讲宾客，其实宾客英文就是 guest 啦，有一种有点高级的感觉。没有高级啦，就是宾至于归，对，要欢迎他们来，对，就是就像烛台如一样唱的那首歌 Be Our Guest 一样。Be our guest, be our guest, put our service to the test.上完这个迪士尼大学以后，就是真的实务的训练，叫 on job training， 这真的是你那个岗位要做的事情，你真的学那个实务，就是三天以上。就是说餐饮的，你厨房要怎么煮啊，或者是你是游乐设施的人员，你要怎么做那个开关，操作仪器啊，对，还有每天要什么检查之类的，这真的比较实务，3天以上。哦，那这样子的话，整个训练下来就是正式的去。成为一个演艺人员，对，然后之后排班就可以 on show 了。那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有听到有什么？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对于其他的地方来讲，就是我们会讲一个事情叫做 magical moment。magical moment 就是中文是奇妙的一刻，就是比如说平常公主出来，你可能会跟她拍照要签名的，可是灰姑娘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带小朋友一起去做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旋转木马。嗯。还有，我刚刚有念错吗？你说旋转木马。旋转。说旋。旋转。对，旋转。还有高飞走出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小飞象，就是玩一个。不一样的游乐设施，你就陪着他们一起去玩，就是你可能旁边就有那些角色，对，是坐在他们的旁边。嗯，那小朋友当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magical moment 啦，就觉得哇，灰姑娘跟我一起做，什么是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感觉。然后就是说，爱丽丝也会跟小朋友一起去玩旋转杯，嗯，这是咖啡杯啦，对，这是比较特别。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有一点点感动的那种？那有一次是在我是网络上看到这个片段的，就是在巡游之前，马路不是会空出来，就可能半个小时之前，就花车巡游之前，然后史迪奇也要走出来，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摔倒在地上，然后你猜他做什么吗？就扶他起来吗？还是史迪奇？史迪奇感觉会笑他吗？可能没有那么坏吧。史迪奇平常都会嘲笑别人啊，可是他没有笑他，也没有扶他起来。他反而是跟他一起摔倒，跟他躺在那个地面上面，指着天空一起去看天空看云。哦、oh. ，
我觉得哇，太感动了。对，有种就是你跌倒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在跌倒的时候看看漂亮的天空。对，所以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我是之前看到的，我觉得太感动了，这个就是 magical moment， 这个非常特别。而且我相信那个小孩也会印象很深刻。迪士尼真的是一个充满魔法魔幻的国度，对，真的。那你应该也有其他就是在迪士尼工作的，例如说可能比较不好经验啊，或者是说遇到这个事情真的是你可能一生一次才会遇到的那种之类的经验，应该有蛮多的吧？ OK， 也是蛮多的。好，那我们之后再拍一集就是有专门 OK 的。好，虽然迪士尼真的是一个很梦幻的国度，但是还是会有比较难沟通的人出现，也是有。对，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请你们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先这样咯，拜拜。